新秀金秀丽一连串快歌组曲和吴炯恩的原名组语热歌劲舞，让观众的热情和尖叫声已经破表。2020年洛神花季闭幕，金风相公所热情的邀约金秀丽、吴炯恩以及原味酝酿乐团担纲活动的嘉宾，以及布莱克学学幽默风趣的原始主持风格。11月28号的我是疯子原创音乐竞赛在立秋春的小米学堂操场举行，今年度最盛大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压轴活动，从白天到夜晚还有圣诞点灯仪式，场面充满了温馨浪漫。今年呢有改为原创音乐竞赛，原创就是希望说来参赛的所有的队伍比赛的歌曲一定要有母语的创作，那有别于以往，我们以往过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今年为了要推广主语，也符合我们中央的一个政策，主语的一个推广，然后作为一个原创音乐竞赛的一个给我们大专还有社青的一个平台。金风乡公所推展观光与乡内产业，在活动周边都会设置金风特色好物市集以及洛神体验区，让游客来到金风乡可以感受到原乡的热情，也为了提升原住民的文化与传统更多的能见度，每年办理乐团竞赛活动，今年度以推广族语以及音乐原创性来推展我是疯子原创音乐竞赛，组别有青少年组、大专社青组。
Magic.
的马赛，别干嘛的不得不打的那大声把你打压。那个路路弯弯曲曲的道路，站在不是半一样美丽的纹路，因为我不走下山里更高的道路，把你带养的几多久是在乎不顾生荣发芽爱护讲香港，它一直着重在我们的文化扎根深度，把我们的文化啊发扬光大。我们台湾有一个金峰乡，啊，尤其我们金峰乡这个地方，在我们的人文素养是非常非常令人敬重的。我们原住民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文化。我们最大的产业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文化多元，非常的有深度。啊，希望我们金峰乡这里各个村呢，我们都能够成为是一个啊大家向往的会唱歌、会跳舞、会分享的一个部落，那我们就会想到金峰乡。严明会，我们的以江八路，他一再的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让部落的族人知道，我们愿意与他们站在一起，让我们可以
来成就我们部落年轻人、部落族人啊，用自己的方式，很清楚的，不一定要很深入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跟你在我们的部落里面一起起舞了。金峰乡以百步之乡为名，人文荟萃，更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蔚为摄影爱好者眷恋。公所特别的举办2020发现金峰之美全国摄影比赛，前三名金银铜牌奖得主莅临了活动现场接受奖项奖金的颁赠，民众也都会驻足来欣赏摄影好手们在一瞬间捕捉的永恒美丽。恭喜黄怡乔获得我们第三名，拿到奖金10000元银牌奖。除了奖金，我们还有优美精致的奖牌。冷冷之国蛮壮观的，那方向又正好面对银河要升起的方向，所以我就晚上跑过来这边，然后等那个银河起来的时候，就架设摄影机啊，把那个银河就把它拍起来，觉得感觉不错啊。金峰应该在我的想法好像没有靠海哈、哦，地湖蛮辽阔的啦，会再去里面再看还有什么值得那个发掘的美景。109年洪金宝系列活动第二届风美食选拔计划，民众票选出最佳风美食，由少尼窑手工烘焙坊获金石奖。也请我们美丽的姬秀丽来颁奖。哦，这是我们在地少尼窑最好吃的第一名的哦。哎，第一名的，第一名的。银石奖则由拉比蛋糕工作室以及排卤姐妹炸物获奖，不油腻，然后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哦，大力推荐，而且是我们立秋，我们金峰乡的人自己做的，赞。拐个弯，88复合式振兴秋妹早午餐、广江早餐店都入选风美食奖，希望把部落的产业能够带动起来。在原乡来说，我们是属于农业型的一个部落，那我们希望把农业加上观光加上文创，把整合以后呢，让我们部落能够被看见。那部落被看见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们就会来到部落，部落就提供各项的资源的服务。我们明年有三大的一个主轴活动来进行，因着洪金宝这三个主题，那红呢是属于红礼，我们会在第一季来办理相关的红礼活动。第二个部分是小米收获季，小米的部分我们一样在7、8、9月来办理。那后面呢，我们洛神花季一样在10、11、12这几个月我们来办理。那总体来说，这就是洪金宝系列的活动。那特别先做这样的提前跟大家来分享。愿大家拭目以待，也祈愿大家能够来到金峰，欢迎大家。夜幕低垂，皎洁月光冉冉高挂空中，金峰乡最南端小而美的立秋村，在洛神花季的尾声，邀集乡内各教会牧师与长老、天主堂、太麻里堂区使徒、教友等，用最美的祝福以及美妙的歌声献上了圣诞问候，在金峰乡各机关首长一起点亮充满爱的圣诞树灯，大家互道平安、喜乐与祝福，画下了2020年洛神花季最温馨喜乐的一页。